权杖你拿来当拐杖。这个也是。对，往上。对。不过如果你们以后有这种东西，我会建议你们不要下地啊。不要什么？要中到太强悍的，对不对？嘿，因为我没办法，除不了。对，他当初只有这么大一个而已。那是什么？橡树。一样是，它会分泌那样胶质，可是好像不是人家割胶的那一种。我记得它割胶好像有另外一种，对。可是它一样会有像那样的胶。品种不一样。而且一个很大的问题是，它的叶子非常非常的难烂。对，而且它，你看到它这样整个遮开，对，我下面原本种一些，原本那些植物啊，到了那个高度以后，就没办法长。你注意看旁边那一棵那个枫树，金枫，你会注意看它是这样子斜着长出去的。因为它原本是这样直的长，你看它下面是直的长，然后这以后它上面橡树的硬遮掉以后，它就只能斜着长去抢阳光了。对，而且你看哦，你注意看哦，它会有很多的须根下来，它须根一开始你看它原本是细细的，然后只要碰到土以后，它就开始膨胀变大，然后变成说你要移除它其实非常的困难。请问那个是做什么用？哪一个？下面那个，那个是摇。我们以前搞东西咬，不过因为它比较靠近高速公路啦，所以我们后来就几乎没有，而且基本上那个温度会很高，烧的温度会很高，还蛮好玩的，只是说基本上控制就是人家来玩的时候又不敢让人家自己用，所以那个时间成本太高了，而且它离高速公路比较近，对，我们后来就比较没有用这边，我们自己有用啊，可是我们就比较少用这边这个。那里面这个是下面这个是粉绿狐尾草，这阵子是它的初期的，它现在这一阵子这样看比较没有那么密，它夏天的时候啊，会你看它会整个池子全部都是绿色的，粉绿色的，就像它这样，然后它就像狐狸尾巴这样一串一串这样子，它是外来种，很严重的外来种，粉绿狐尾草。粉狐尾藻，狐狸尾巴有没有？然后藻类的藻，粉绿狐尾藻，然后它的慢生性很强。那它到我到目前为止啊，只有一个朋友他是在做水质净化的，只有他比较肯定这一种水生植物的功能而已。啊，大部分就是景观啊，或来看还好啦，不过它的慢生性很强，而且不容易根除，这是蛮糟糕的一种作物。是因为外来植物的关系。不是，应该是这样讲，就是台湾某些土地啊，对于外来植物来讲，它是一个好的生活空间。像福寿螺，它在国外，它或许还有天敌，还有什么，它没有办法。可是在台湾，一在台湾没有天敌，然后几乎所有水域环境它都可以适应。对，那这边你会看到，这边其实还有蛮多蕨类的。可能这块地方比较特别，就是这块地方偏山，我们后面就是山坡。那它是山坡跟平地交界，所以这边的蕨类其实种类很多，还蛮丰富的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往这边走，这一棵是我问过很多人说是肉桂，人是说是蜜香，不过我确定它不是，是的，没有什么问题。这个还蛮大的，然后这是它的种子，种子啊，郑州有印象吗？分得出来吗？我已经分不太出它到底土肉桂还是丁香了，因为这一颗应该是看叶子，我是看农业局出来。你说新芽红色的吗？没有，他应该说看新芽那个是不是？味道是有点像啦，可是我觉得，因为台湾土肉桂的品系比较多，我等一下可以拿可以吃这个，应该是丁香。这个丁香，丁香就是这样。这桂长到丁香。因为他上次有人叫我分，是说分这上面，就是种子这上面这一段尾段会不会掉？没有没有。因为他们都一样三颗的植物，啊，他说他尾段这一小节会不会断，就有没有留，都搞不太，不是那样子。这个是什么？丁香，它种子。丁香。对。丁香。因为早期现在大部分在研的是就是那个丁香是丁香。我讲一下，这个植物它是跟肉桂很像的植物，然后它是中国大陆才有的植物。是不是一种中药？然后不是，然后呢？它的字怎么写呢？叫阴香，阴天的阴，香草的香。那这个是前几年被爆出来的大弊案，921，就是农业局的林务局，林务局的弊案，因为那个不是青蒿素而已，921之后
大家有一个有一些有一些想法，想说那我们好好来种台湾的土肉桂，那也是台湾的种，而且很有经济价值，想要鼓励大家种。那林务局就想说好，那他来准备。可是林务局的准备方法不是他去采种，他去育苗，他是准备了经费，然后发包请种子商人提供。然后呢，结果到从发包到最后验收，连验收都认不出来，这个叫音箱，不是肉桂。所以呢，所以等到隔了几年，是那个是林氏所的副老，一时忘记名字。我们要站这边比较。林氏所的老师，林氏所的老师，然后他才整个出来大骂，然后已经进了几百万颗。然后被而且都发出去当做土肉桂来送，可是事实上土肉桂可以吃，这不可以吃，这有毒。然后呢，再来还有一件事情是，它跟土肉桂可以天然交配，繁殖出奇奇怪怪的后代。对，要先要有一所以呢，反而有两件事情，第一个事情是它入侵了台湾，它自己可以活，而且它的发芽率比肉桂什么还高很多。第二件事情，它跟肉桂混种。所以呢，取代了肉桂，我们的原本的基因反而不存了。以上，这个就是那个真的是很无臼的种子，无臼，旁边那一颗。